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骊山兰，而是秦千弦。我要取回我完整的力量。秦千弦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你学会御剑术了，对吗？带我们回万路吗？圣主现在何处？属下和心婷正在寻找。剑仙门一回，若圣主有任何闪失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是。随我来。韩月，在。你速和信庭将警官带去凤山，剑仙门一破，各宗门必定前来，此事不宜多生事端。是，沈门主。柳薇已废，没了秦瑜的血，苏醒金仙就只剩下三天时间了。李晨兰竟然毁了剑心门，秦千弦交出秦家之血，复活金仙指日可待。只可惜，我剑心门百年基业竟被他一个人毁了。待到明轩复活，我定要让那万路门血债血偿。
圣主，我已将锦县的金棺转移到了凤山，并未受到一丝阻碍，还请圣主宽心。锦县本就是金刚不坏之体，我只是不愿他受到一丝折辱。只是刘威他修为尽废了，待兄长回凤山，他是为大道牺牲，我剑心门损失的，迟早会让万路门还回来。弟子来迟，请阁主恕罪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听闻江武在锦州城，素元师兄心觉不妥，便命弟子带人前来。我心中有愧啊，既救不了江武，也解不了人心。准备阵法。是。请阁主心慈，这么快就来了。圣主，不如咱们现在不宜谈论此事。秦阁主正在为我剑心门门人抚灵，不宜再提其他要求。你我先带金仙回凤山，安置好一切，然后替我通知各大宗门。三日后，我要召开宗门大会，到时候再细论不迟。是。明轩，我会让你醒过来的，快了，就快了，我不会再让你沉睡下去了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，御剑术都学不会，本来还指望你带我和厉晨来回万路门呢。